直接玩小美人鱼耶。艾丽儿，什么什么，开始喽。王子。知道怎么玩？他说，哦，他们在说悄悄话，说想要怎样怎样怎样，就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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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哎，等一下，假如你想要帮忙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就怎样怎样怎样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就怎样怎样怎样吗？好，因为我都看不懂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。哇哦，一个地主大白鲨，邪恶的鱼贝壳，噔噔。如果我要玩的话，好，那我们用滑鼠。哇哦，我马上一开始就跟大白鲨亲亲哦。感觉拿到一个贝壳了，哇哦哟，给它吸氧，有贝壳。小美人正在海，不过海怎么是绿色的、啊？海好像本来就是绿色的啊。拿到一个贝壳了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又拿到一个贝壳了，有小鱼，这个要吃，然后我的鳍会变成绿色的。可能就无敌了吧，没错，那个就可以保护它。对，金黄色的贝壳来咯。不过后面那个比目鱼在后面游好像很开心的样子，好像都没差哦。贝壳，那个海鸥在上面帮我照什么东西啊？照光吗？痛了。好，我又拿到了一个绿色的保护袋。嘿，来喽。哎，他不知道要躲多久哎，已经是30秒了。最后大白鲨应该不会出来吧？大白鲨出来跟我讲哦，哦，我要走上，哦，好痛，撞到石头了，好痛。走下面还是走上面啊？走上面，对不对？走下面，拿到咯。走下面，不用，不用，加油！应该可以。艾丽儿加油！现在会有怪兽吗？嗯，好像是。怪兽。不用。大白鲨走开！哎，碰到水草的话，那个贝壳就会掉下来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碰到水草，知道吗？贝壳，这个也不可以碰到，对不对？贝壳，贝壳，贝壳。好，为什么要捡贝壳？碰到海草了啦！捡贝壳得分呢。这个海草不能碰到，走下面。上面，贝壳。哦，走下面。哦，走上面。哦，走下面。接下来呢，大白鲨，大白鲨一定走中间。下，上去。下，下，上下，上下。下。来喽。爸爸来了，爸爸。哦。57，哦呦，连那个邪恶的鱼都出现了，我拿到58个贝壳了。他有说要拿多少贝壳，可是我不知道。下面吗？我家在，要不然要被咬到啊。接下来呢？上。上。下。耶，无敌，无敌。下。好像有吃到那个，要不然掉一个，哦呦。好，没问题，来喽，上，下，金黄色贝壳，下，好，下，来喽，不要跑，这样可以点它就可以上去了，啊，亏我还搞那么久，
原来他说我拿67个贝壳，然后他有15块可以买这个，20块可以买这个，我们要买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好不好？来一个铁锤，钢琴还是杯子呢？杯子。好，好了。这个。这个吗？嗯。锁起来不能买。这个。我、哦、可以买，这么快？好、哦，没有啦。这个。没有钱了，没有钱。我考考你，不行不行不行了。不行了。王子。王子吗？去拿王子吗？还是这个？王子好了。好了，他爱王子的。他爱王子啊？他也爱什么？我爱不上。你在讲什么？爱帅是什么？他说我要把他，这里不是那个吗？小美鱼那个藏宝室吗？我们去把买到的东西拿回来放啊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那这个呢？石头的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好。哦，这就是商店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啊。继续拿到贝壳，或者是回自己的藏宝室，或者是商店，就我是这样子的啦。懂吗？好啦。去拿贝壳。去找贝壳。那我们下次再玩吧。好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的喽。还可以玩吗？这是什么？还可以玩？这是重新玩，这是玩那个小美人鱼，它藏宝的地方。